104学年度大专足球联赛女一级冠军战，由成军三年的屏东大学对上寻求联霸的台师大。上半场由屏东大学抢先发动攻势，林慧文在第12分钟进球，首开屏大纪录，取得1-0的领先。台师大全力反击，直到下半场第80分钟，才由陈彦平进网得分扳平比数。两队踢完正规90分钟，在1-1的平手之下，经过第13轮 PK 赛分出胜负，最终由屏东大学以9-8险胜。最主要是我慢慢给他建立是他们是一个家庭。这个家庭，其实我跟他们讲说，没有学姐学妹之分，大家在球场上里面要互相照顾啊，只有鼓励，没有责骂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尽力做好。那如果你责骂越多，他的信心就越消失掉啊。如果今天如果最后 PK 我们如果输了，我跟小孩子讲，你能够打到延长赛，你就是冠军了，你就已经是冠军了，因为我们是有一步一步在走。本学年首度踢进冠军赛的屏东大学成功带回队史首冠。 SSU 特派员陈玉玲、邱汉明台北采访报道。